我这个蜡烛的名字呢，叫做超脱，闻着这个味道，在那个当下几分钟的时间得到一点超脱感。这个今天限量就是一组，我们这样大家小这样子一组，就只有今天限时，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打超过十通，拿走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这样待不下去。今天要来做香氛蜡烛，让我们欢迎易涵老师。易涵老师，麻烦你了。今天就是从零到做完可以点着的。好，没问题。OK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来粘珠心吧。粘珠心吗？对。然后今天准备的是木头的竹心。好。然后蜡烛已经可能都弄好，那就是沾两三下，然后你觉得有点厚度了之后再把它。Okay. 放正中央。好。好哦，手抖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们粘完竹心，等它干，那我们就可以先选味道。好。好了，新年快乐！就搞半天，不是可能弄是调酒。我名字都取好了，一杯醉。你说等等，很选那种。哇，这个我。你第一根手做蜡烛。没错。我要念个名字吧。希望你能够借由我的专辑，借由这个蜡烛得到超脱，就叫超脱吧。回答的好，神奇哟！可以讲国语吗？就是超脱啊。你自己在这一段时间来，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的小雨？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不一样。大家看到我就觉得，哎，你是不是最近吃的比较多？是因为幸福的关系，不管幸福啊，幸福啊，一切都顺利。这是私生活，一切都顺利，家人，爸爸身体也好了。好很多，对，他就是有点太早，就是痴呆这样子，但没有，还没有到很严重，他是不定时，有时候真的会忘得夸张，但是有时候就是很正常。重点是过程跟家人在一起，就像你刚刚说，而且你看他们真的就很开心，像小孩子这样，我就觉得真的很奇妙。那有抱给自己的小孩吗？自己的小孩、哦、没有啦，套话，想说会生小孩的，这样。没有，有或没有，一定对啊，早晚都会知道。但是没有就不会有。访问的时候你就说，对于就是有没有结婚，你不一定会跟媒体说或跟外面公告，当然不会，但是身边的人一定会知道。当然，身边的人会知道，但我不会特别好像要昭告天下这样子。那如果不经意问起你这样子，你现在结婚了吗？那你会跟我们坦白吗？当然会啊，就没有就没有，有就有。结婚了吗？当然没有了，还没啊。希望有好事发生的，因为你知道这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就是在往那个目标。对，很难得几处一点答案，这样会不会因为爸爸的这个状况，让你更把那个爱挂在嘴边？会，你有这种转变吗？也不太会刻意要去挂嘴边，但是陪伴是肯定的。那你跟你妈陪伴，你会唱你的歌给妈听吗？不会，不可能。我都唱他们要听的。哦，妈都听什么？听什么？今宵离别后。对啊，这种。但我妈有说无事生非，蛮好听，我还蛮讶异的。头条新闻故事说的精彩，真相不够之前就别再传。头条新闻正义公开审判。有谁见怪不怪才是怪胎。哇，行走的 CD 嘞，对不对？知道吗？现在很多 CD 啊，大家都是 CD。今年哦，就是有希望这张专辑能够入围。希望当然希望啊，我每一张都希望，起码要入围个九项吧。对啊。这张无私专辑，我要谢谢所有参与这张无私专辑的所有音乐家。那大家都非常辛苦，但是听到专辑以后真的觉得非常值得。那在这里特别谢谢香氛精油老师颁给我这个属于无视的第一个奖项，谢谢。